大家好，我是一同。现在我们呢就开到了黄石公园的南门。黄石公园呢位于美国的西北部怀俄明州，是世界上呢第一个国家公园。首先呢，它的门票呢就是$35，年票是$80，就是这个$80是一年内呢所有国家公园呢都不再单独收费。现在呢，我们就到了一个比较大的景点了。这边呢，就是有一个老忠实间歇泉。这个名字的由来呢，就是因为这个间歇泉的喷泉呢，它还是比较有规律的，基本呢就是一个小时左右呢就会喷一次，所以就被叫做老忠实。刚才看到那个老忠实间歇泉呢，我是加速了4倍啊，正常应该是一次能持续5分钟左右。结束后呢，我们就是往停车场方向走，可以看到这一片呢还是比较大的，有住宿的酒店啊，还有旅客中心、饭店和加油站等等，几乎什么都有，而且这边的停车场也很大。如果大家时间还算充裕呢，我觉得可以多逛一逛。路边呢，其实也可以看到各种房车啊，就是像这种挂式、半挂式的房车呢也挺多，这就可以看出来美国人还是比较喜欢自驾旅游和房车的。在美国这边，就是总能看到一个崭新的老爷车。现在呢，我们就接着往前开。首先，黄石公园呢相对比较好逛，是因为它主要的路线呢构成了一个相对规整的八字形。因为我们是南门进入，所以我就是今天打算逛一下这个下八的路线，最后呢再从西门出去，住在西黄石小镇。之后呢，第二天呢再逛这个上八。我的行程呢初步定的是2天左右，我个人也建议呢还是2天左右比较好。现在呢，我们就是开到了这个可以译作为饼干盆地小道吧。这个临近停车场的河呢就叫活动河，这边有专门的步行道可以走。道口呢也有提示呢，就是说不让你不要下去，会有烫伤的风险。
远处呢就可以看到这个青烟滚滚啊，就是比较知名的景点大棱镜了。现在我们就到了比较有名的景点大棱镜这边了。大棱镜这条步行道呢还是比较窄也比较长，而且现在人也比较多。大棱镜近距离的效果其实看不出太多什么东西，最好是上到对面的山上，从山顶往下看，这样会看到一个大棱镜的整体的外观会比较好看。现在我们就沿着这个路接着走啊，根据地图呢，前面会有个小型的瀑布。因为黄石这里的手机呢是没有信号的，所以说我建议大家呢还是带一个车载的导航，或者手机里下载一个离线的地图，这样呢不容易错过景点。当然本身黄石的路确实还是很好开的，在丛林里走的道很少，而且每隔不久呢就会停车点，感觉即使开过了掉头也不是很麻烦。现在我们就到这个小瀑布的停车点了。
我现在这个车有一点堵车了。一般堵车呢，就是有北美野牛挡路了，或者说就是路边有野牛或者说迷路这样的。黄石公园的第一天行程呢，基本就到此为止了。现在呢，我们就是往西门出去，开到这个西黄石小镇。第一天的黄石之旅呢，其实还是有点累的啊，因为园区内的手机没有信号，所以说有些景点还是错过了，比如像这个牵牛花池，还有上山去看大棱镜。个人建议呢，还是下载一个谷歌的离线地图，或者买一个有内置地图的这个 GPS 导航。现在已经到了西门的出口了啊。西黄石小镇跟西门没多远，几乎可以算是相连吧。或者说一出西门，你基本就可以有加油站了、商店了，什么都有了。这个小镇呢，还算是比较繁华的，基本什么都有。所以我觉得大家时间要是充裕的话，还是可以多逛一逛。现在呢是第二天的一早，我们现在就是从西黄石小镇出发，开往黄石公园的西门。现在可以看到呢，西门入口呢还是比较大的。今天呢，我们就准备把黄石剩下的景点都走一走。现在呢，我们就开到了上面的这个猛犸热泉这边。这里的步道呢，其实不是不短，而且还是有高度的，就是基本我们要绕好几圈。
现在我们开到了比较大的休息点，这边呢也是什么都有，比如商店、旅店和饭店。因为上巴这个区域被封了，所以我们也因此也绕了好几圈。所以说接下来我们绕回来之后呢，就走了这个下巴子的交汇点，右侧的交汇点这边就会有一个峡谷瀑布。接下来就是一大段的车程了，我就简单说一说黄石公园吧。首先，黄石公园呢是美国第一座国家公园，也是世界上的第一座国家公园。其实一直有个疑问呢，就是说美国作为一个只有200多年历史的国家，为什么会有世界上第一座国家公园呢？其实就是因为国家公园这个概念就是美国人提出来的。还有美国这个地理位置呢，四面无强敌，所以说大部分的区域呢都没有经过战火的洗礼。个人感觉它就比较利于国家公园的发展和保护，所以呢美国国家公园呢也比较多。这个黄石公园的面积呢是有9000平方千米左右，基本上它覆盖了美国三个大洲，就是怀俄明州、蒙大拿和爱达荷。当然最主要的区域呢它还是处于怀俄明州，所以说黄石公园呢可以算作是美国比较北方的州了，就是再跨过蒙大拿呢就是美国和加拿大的边界线了。比如我从洛杉矶开到黄石公园这边呢，有点像国内从广州开到吉林长春的感觉，就是有点像最南端的城市开到离近最北方的城市，但是距离上确实没有这么远啊。但是我实际看了一下，距离上可能更像是广州开到山东附近。不过呢我是分了几天到的，就是我是第一天从洛杉矶开到西安国家公园附近，从西安国家公园附近开到盐湖城，最后从盐湖城才到达的大提顿，从大提顿完直接进的黄石公园。因为黄石这边的狭窄的山道呢其实并不多，感觉这种山地平原不少，所以说个人认为还是比较好开的。除了火山温泉区呢，另外一个区呢就像我现在开的这个地方呢还是适合停下来适当休息的，在湖边绕一绕，大家在草上坐一坐其实都挺好的，而且还是有很大的机会看到北美野牛和这个麋鹿的。现在呢我们就往这个泥火山的方向开，泥火山呢就是有点像煮开的泥浆啊。Thank you.
现在我们就是开到黄石湖之后呢，体验一下自驾小型的游艇。这个黄石湖这边的码头呢，就是一般是5点下班。黄石之旅呢就告一段落了。最后呢，我就总结一下这趟黄石之旅。首先呢，我是从南门进入的黄石，沿着下巴的左侧呢开到老中石间歇泉这边。间歇泉这边呢可以算作是一个比较大的休息区域，所以呢除了看老中石间歇泉呢，也可以看一看里面各种木质的建筑。之后呢沿着这个步道走呢，还有牵牛花池。再之后呢，我们可以开车呢，就是开到这个大棱镜之前有一个步道口，就相当于这个停车点呢，它也可以登山去看大棱镜。其实这个视角是最好的，因为它是在山上看，所以说能看到一整个大棱镜。之后呢，大家要是觉得意犹未尽呢，还可以再往前稍微开一点，就到了这个大棱镜的停车场，就可以近距离的看这个大棱镜。但是因为它是一个平面嘛，所以说视觉效果不是很好。但是我感觉这个雾气在你身边飘过呢，也算是别有一番感觉吧。之后呢，如果累了的话，大家就可以直接从黄石的西门出去，到达这个附近的西黄石小镇。这边的各种饭店商店就应有尽有了，基本就不用担心什么吃饭了或者买东西的问题了。之后呢，你就是从西门再进入黄石呢，往上走呢，就可以看到一个小型的瀑布。再往上走到头呢，基本就是猛犸温泉。因为上巴这个区域被封了，所以我们也因此也绕了好几圈。所以说接下来我们绕回来之后呢，就走了这个下巴子的交汇点。右侧的交汇点这边就会有一个峡谷瀑布，而且这边也有一个比较大的这个相当于休息区啊，什么都有，就是酒店住宿几乎都有，所以说大家在这可以整顿一下。这个八字的交汇点呢，就是有峡谷瀑布，可以走下去看一下瀑布，或者说直接在上面看瀑布都可以。走下去看这个瀑布的话，还是稍微有点陡峭的，而且这个路非常窄，非常陡。而且旁边就相当于不能说是悬崖，也就是一个山坡，所以说还是有一定危险性的，所以大家一切还是安全第一。之后看完这个峡谷瀑布呢，最下方呢它就是一整个黄石湖这边了，这边呢就可以坐游艇或者皮划艇，或者自己也可以在湖边这样简单的走一走也很好。我坐了这个游艇呢是$80一小时，就是可以自己就是需要自己开，需要出示你自己的驾照。这些呢就是我这两天走过黄石的路线，给大家做一个分享，也可以当做一个参考吧。后边争取呢会做一个从洛杉矶开到黄石的汇总视频。虽然黄石公园呢算是一个超级火山，但是大部分的景点都是小型火山温泉，其实并不能算是很壮观，但是确实非常奇特，让人有种不敢相信是自然现象的感觉。所以如果喜欢美景呢，黄石确实可能会让一部分朋友感觉失望。不过黄石这个八字形的路线呢，它这个右八字呢个人感觉还是比较好看的，就是还是有一定美景的，比如它有湖、有瀑布、有悬崖，还有悬崖和山，而且呢还有机会看到野牛、麋鹿、黑熊等等。
个人感觉也算是比较适合观景的。如果大家喜欢奇特景观呢，那么左边这个八字呢，它有间歇泉，有大棱镜，猛犸热泉台阶，个人感觉会显得更奇特一点。不过这些奇特的景点呢，都需要在步道上看，而且它设计的步道呢又窄，而且呢有时候也是因为人多吧，所以说观景体验呢还是会差不少。而且还有这个温泉这个硫磺的臭鸡蛋味道呢，还是让景色会大打折扣的。个人建议呢，还是最好淡季或者周末之外，人少的时候来应该会更好一点。就说这么多吧。这个视频呢，也是分享下自己自驾黄石公园的经历，给大家最后做一个参考。下个视频呢，就是去美洲山国家公园和勾王峡谷国家公园来看一看世界上体积最大的雪漫降级树。希望大家会继续关注吧。最后呢，还是多谢大家的观看。